Hello， 大家好。啊，来来来，因为那个麦克只有你们俩要一直，我们就分开来好了，好不好？我们你是今天我们直接可以看得到的，就在这边，棒棒糖的王子跟小杰。好，来先来聊一下你们两个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开心，因为之前我们觉得很向往就是做这种公益活动，之前有跟黑人哥去香港出席 Love Live， 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然后很多孩子要需要帮助，我们要用我们的力量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画这个就是以爱心为主，所以我们都很多爱心，然后希望这小朋友就可以平平安安长大。对对对，那我看到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是一个人后面的爱心有点像翅膀一样。 对，那个概念是，其实当初在画的那个概念呢，是希望说是以爱与希望为出发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或是每个人，其实心中我觉得爱跟希望是人生中就是对我们加油一部分的一个重要法则。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概念跟元素放在这里面，那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把握爱与希望的感觉，然后继续努力下去，然后把这份心继续传播下去。对，那么我想啊，因为你们的魅力是可以让这个下标。